小希啊，今天的会议要推迟一下，我要出去一下，见一下飞机集团让你准备的公关礼盒呢。啊，准备好了。刚才呢，母婴 APP 那边也来电话了，已经通过了。 真是挺拼的呀！啊！没事吧，小北？能站起来吗？小北，快点！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。 走，慢慢的啊，慢点啊，慢点，快点，慢点停，慢点，报警别怕啊，我不会有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慢用就好了呀，啊，慢点，没事，去医院没事。 没事吧？ 医生说没事，哎，不行，能喝口水，谢谢。说吧，你这个人呢也怪有意思的哦，既然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，没有必要这么拼了吧？我跟你讲啊。 我来你们雨果呢，不是要跟你争什么，我只是想把自己的那件事情做好呀。我还不会跟一个孕妇过不去。我没那意思。我是不想因为怀孕影响工作，也能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形象，不是吗？树立正面形象的前提是先要保护她的安全呀。 我碰到你第一次，未必救得了你第二次哦。确定没事了？谢谢啊，今天多亏有你了。是应该谢谢我。走了。哎，怎么啦？ 你回公司吗？你不是没事了呀，还要我送的。你今天的业务完成了，我还得接着跑呢。那我叫什么呀？金。 魏姐，我说这刚买的新鲜的水果，那个这东西不仅对皮肤好啊，对孩子就肚子里的宝宝他也好。哼，谁叫你的？我妈说的，我妈说这时候就她就得吃水果。姐，西姐，行啊，曾小成马屁拍挺到位啊。没有姐，你可别乱说，我妈就是说得多。你这戴什么呢？你还说我？你看姐。 姐，你可千万别着凉，着凉也不能吃药啊！行了，你俩别陪我安胎了，赶紧干活去！下班了，姐。嗯，那来回吧，我再坐会儿。嗯，记得吃啊，姐。知道了，走。趁新鲜，特好。走了啊，姐。
说嘛，得说吧。新换的车还挺好的，还挺宽敞。江总送的？不是。我一直挺好奇的，哎，江总公司是做什么业务的？他那人脉资源应该挺广的哦。你这话里话外的，不就是想说我是靠我老公挖资源的？没有，我就是挺好奇。像他们这样的成功人士身边面临的诱惑应该还挺多的吧。哪里没有诱惑？有人的地方就有诱惑啊。哎，你俩一直没要孩子，感情还好呀？不是每个人都像你啊，把怀孕当理工，这只是一种选择。哎呀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就是挺好奇的。你说你俩还挺般配的，肯定相濡以沫嘛，也不会有什么人会破坏你们的感情啊。不是杨威啊，你这个人啊，怎么说呢，蛮有意思的哦，奇奇怪怪。我来雨果呢，是来工作，是来上班的，不是来跟谁交朋友的。今天就算是不是你是别人，该帮我也会帮的。你不感谢我，也没有必要拿话跟我怼来怼去的，是不是呀？还是你本来就情商有问题，既喜欢跟人怼来怼去的？那我直说了。说。我前两天去孕检，我看你老公了。